民俗疗法乱乱试，小心弄巧成拙。这长针眼，对不对？你要拉，对不对？对。你在拉的时候，你的脸跟你的身体要是相反的方向。你如果是大颗的针眼的时候，它会垮吗？你不爆开吗？对，我反而就变得更糟糕。针眼我看不到了。看完多情城市，请锁定《这是乌鸦不》。以上节目由京都念慈庵冠名赞助。